拍拼，认真的生活，草地状元。年假敢若剩一天尔尔，不管是讲已经出门的朋友，或者是讲哦，秘伫咧厝的最宅男宅女的朋友啊，把握着假期，赶紧的动起来哦！我阿灿呢，报你哦一种新的生活，让你呢哪吃哪耍哪增加着知识，大人囡仔拢总介意哦。咱斗六家呢，有一间哦六星级的，叫做水产加工。嘿，奇怪咧，啊六星级吼，你看六星级百货啦，六星级饭店啦，六星级的什么 SPA， 迄种有六星级。啊，这水产也有六星级的哦。嘿，我感觉真奇怪呢，什么叫六星级的水产？这个来甲看卖啊，这个。嘿，这几种是呢，过来看卖。这是为了我来啊，讲这要我吃的哦。哦，今是多你啦，啊，不过我平常就是安尼准备游客食。啊，这不是叫做六星级啦，恁这是叫做五星级的啦。五星就钱吼。省咯，啊，直接食到饱，免钱啊，免讲嘛省钱。啊，就即马食这吼，是咱的新叶干的竹夹鱼，这鲜味喜相逢。哇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这豆粿吼，拢有两，若无两吼，一尾换十尾。安尼哦，哇！啊，即要看讲有卵啊，无卵啊，毋知啊，甲抬开看卖啊，啊有卵啊，再过来做安尼啊。无，因为边啊只吼，就看出来是公还是母。哦，真正会当看出是公还是母。哎呦，你看咱两个，安尼看得知像是公还是像是母。算唔知耶，你甲这无同款呐。啊，今天到底吼，像讲你咧工厂安尼啊吼，啊，为什么要做六星级？六星级吼，主要是阮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。阮照顾是样吼，那个照顾囡仔同款。安尼哦。参过你有囡仔无？有啊。有吼，你甲出生时拢啊笑眯眯。慢慢。安尼笑眯眯，惊伊寒着，惊伊热着，啊希望伊大汉了后有成就，吼，对吧？对。照顾囡仔同款。美珠啊，妹妹在咧讲哦，全台湾的营养午餐呐，或者是讲团膳便当，有三分之一啦，拢是对这间工厂所出产的，而且嘛是咧全台湾唯一的水产观光工厂，所有的哦生产的过程啊，甲进货到加工，拢做会当哦，互你安尼看甲清清楚楚，吼，六星级的呢，来，对我来去看卖啊。请假呢，全副武装，啊，这样呢，安尼是要上啥？哦，咱家吼，大家就是要帮皮亚做按摩，按摩 SPA 哦。皮亚 SPA。嘿 ，SPA。六星级的，六星级。所以讲，我请假就是要给我把皮亚按摩。皮亚按摩。啊，这六星级。嘿，把皮亚按摩，我看看是六星级的哈。对。啊，也是这样按摩。这话剧循环 SPA 是因发明来做鱼叶干的秘密武器啦。安生起来的鱼叶干有香有味，鱼肉呢油，还佫 Q 嫩，不怪吼叫做六星级的啦。即摆在种啥？即咱可能是去 SPA 玩的鱼仔有无吼？哎对。啊 SPA 玩了，即摆要去甲钓起来。钓到要从啥？钓开了啊，来去晾衫，来去烘干。哦。烟熏啦，内底有发，啊，不过内底也无火熏。哦，这是烟熏，但是另外一个功能，做烘干的功能。烘干，啊边啊烘，啊边啊烘。烘干就那像迄咱日本定定食迄鱼叶干的料理，那是表面干，啊只要干烤过，哦，就做烘做好食。迄嘛袂用，我规只拢打起就对啦，干来外口尔呢。嘿，对。哦，这个作用就是安尼啊。嘿。啊，这就是要送去内底啊。对，紧做就爱紧送去内底。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哎，袂歹哦。长哥，咱若要倒做，脚手要较紧的啊。啊，为什么脚手要较紧？因为咱这个时间拖愈长，鱼也愈无鲜。啊，有影吼。较紧的倒做。啊，迄边要让我做。嘿，对。安尼好，你时间若拖愈长，这鱼也就愈无鲜。所以讲，我紧来做，我来倒掉。啊你去问你的。好。拍摄。哎呦喂啊，来，稳定完，不要紧的啊，好。啊，这边要调啊。咱就安尼。大拇哥，大家。
足贵，啊鱼仔咱交落去食。是。嘿，啊咱坐脚手爱紧哦，坐啊三四千块哩等咱嘞。三四千块。嘿啊，咱会使经鱼仔等你真久啊。啊这这十二个啊叫偌久？一台啊，所以餐馆爱认真哦。安尼哦，十几分哦。嘿。啊，一工爱三四千块哦。嘿，你那会再说，下晡爱搁真空哦，再搁搞工的，所以咱就是第一就是爱紧，鱼仔较会生，一定爱紧。安尼好。嘿。安尼啊，有种安尼甲煮咧。对哦，啊甲搞咧，这真简单。安尼，哦，你这困难。安尼啊甲煮咧。嘿，我都袂困难。美术总监在咧讲哦，这鱼的肝啊，要做较好食呢，秘诀就是讲爱紧，甲时间比赛啦，趁青啊，都要甲太阳好，才过来盘索，将鱼肉的甜呢，甲收起来，嘛袂当讲伤过大哦，安尼啊，就食袂出着吼，迄鱼肉的口感啊，就敢那亲像安尼啦，迄鱼皮安尼大大，迄就是上水的。哇，爱是你手皮哦，你在生气哦？是恁当抱出来，阿家个切个开就对啦。哎呦，阿爹爹，哎呦，哇哇！阿拉斯加进口的。这什么鱼啊？是阿拉斯加的鲑鱼，真鲑。哦，鲑鱼。哎，鲑鱼。哦，鲑鱼，我知啊，迄鲑鱼都往上流的嘛。哎，往上流。哎，啊，上价值就是来底遐卵啊。啊，但是这来拢无卵啦。哦，拢去了啊。对啊。安尼哦。对啊。我阿爹是要做啥？这鲑鱼放放放长吼，比较松散。哎，嘿，啊，但是有些部分比较软散。不动动。切过个骨啊吼，骨啊骨过吼，敢是咱个芥菜素有无？啊，干，啊伊爱，伊爱腐啦，爱腐迄种芥菜，迄是不爱不爱煮咧得掉的哦。哦，你种芥菜，咱起码拉来拉少啊吼，所以咱两个部分拢爱用得比较好。啊，这拢。啊，芥菜你是要种啥？你要做 XO 酱。哦 ，XO 酱哦。对。好，我了解。哇，啊！这规排这鲑鱼，一个鱼切的哦。切好。啊，等味加好滋滋，这个享受。啊，你这规个鱼切啊，享受不光啊。啊，那像水果啦，啊，煎水果大细粒吼，啊，你家己夹过啊，一斤的鲑鱼，我这细粒就家己那个啦，家己分级的对啦。你主要在咧讲哦，即摆世界各国进口鲑鱼的数量有限，就敢若亲像因的量哦，一年才会当进口20卡的货柜尔尔。你想要搁较侪呢，歹势，迄无法度啦。所以讲呢，每一个部分啊，拢总不用咧浪费去。就亲像哦，即鲑鱼的肉粉啊，要做 XO 酱的进程啊，就要经过出的部分啦。哎呦，闻起来哦，香哦。姐啊，你无用啊。哇，你擦这啥？哇，真棒哦！鱼酥，鲑鱼酥，鲑鱼酥，无啦，啊，不是要做迄个 XO 酱？无啦，这个先过这炒过，才做 XO 酱。哦，啊，佫先炒就对啦。是。哦，遐麻烦哦。哎。啊，这要安怎炒？来，我教你来。好。我来安尼。哎。来，是啊，我会叫自己吐着啦。没啦，你爱想着。然后这样子啊，安尼炒袂结饼，炒袂烧，嘿，要控制火候，爱控，控制火候，这一个小要一个小时半，这要炒点半钟，嘿，对，安尼哦，啊，这只有汤些物件无？哦，红汤头，这汤诶，哦，加红汤头，哦，就这个汤哦，对，哇，炒头点半钟，啊，你后只会当做一做酱，嘿，对，安尼哦，这炒一时间就好啊，有事啦。是啊，我想无呢。啊，这都搭咧，啊搭是咩做咧？会做啥？有啊，要淋落来底，我回来看。要坐下来看。听这位姐啊，伫咧讲，这鲑鱼 XO 酱啊，若要好食呢，秘诀就是伫咧顺手工的内底啦。这鲑鱼爱先吹，再搁炒。再搁加红葱头、甲虾米，小火咧，安尼慢慢啊煮两点钟，迄香气才会出来哦。哦，看即摆吼煮甲差不多啊咧，今来甲试看卖啊一下。哦，够香诶，够香诶。
看这 XO 酱，对。啊，咱即摆这算粗胚尔嘛，咱莫搁放放迄落啥物干贝啦吼，啊，搁放一寡落遐料入去安尼。我们跟外面的 XO 酱不一样，我们叫我们特制的鲑鱼松。鲑鱼松。对，鲑鱼松。是啊，这鲑鱼松甲放入去。嘿，拦袂住。啊，无。跟外面的 XO 酱不一样。啊，你六星级的无放迄哦。这是特别的地方啊。好，这是我的特色啊。哦，这是您的特色，对对对对，嘿嘿。好吃啊。那刚刚沙爹，刚刚刘洋那个沙茶的呀、啊。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们加了鸡的口感都不一样。哪里哦？很香。加了片也做香的、啊。对对对。还可以当去吃看麦啊。好好好。伊这是原味的哦。嘿，绝对的。哇。干啦，赞哦。赞赞赞。哎，啊那刚刚有会当吃到那个颗粒。颗粒对呀、啊，是咬碎了之后啊。咬。还用几根来搓呢？安那变颗粒。我们搅拌的时候都是有那个留一点点，不要很碎，不要太碎，哦、一点点，不要太碎，刚刚好，哎，刚刚好。我是这样，哎，哇，加特色，对对对，特色。阿姐变那个，那做出来。来装罐，哦，要来装罐，对，准备啊，装罐，哎。哦，准备，今晚阿哥装备来准备。哎，这个。准备了，哎，阿哥订单的呀。对，阿哥订单。哦。每一罐都要刚好。好，来。美珠总监在咧讲哦，伊的强项伫咧倒位咧，就是平价的水产加工，迄款哦帝王蟹啦、石斑啦、黑尾鱼啦，歹势只拢总无啦。因为呢，迄款定级的食材啊，数量少，阁贵，即款物件嘛袂用个逐工食啊。所以讲呢，因只会将重心呢，甲放伫咧平价的产品啦，将品质甲提升，互大家呢食了会安心哦。哦，安尼出来外口安尼吼，加我舒服嘞，加我温暖嘞吼，加加温暖，加加好，好好好，来，那个请进呀，更加温暖，更加温暖，嘿，安尼哦，嘿，更加温暖，我你袂挂着，这个天干就穿个只高，哎呦，我要带你去一个所在啊，啊，我要带你去一个所在。坐去一个所在，一个所在。哦，真的，哦，真的起来去爬山哦。哦，穿这多好。哎呦，比看到个温暖无？哦，真的寒天，真好诶，好，真舒服，真舒服。啊，坐来一个所在吼，那就是要什么所在？要来去一个咱的原料库。原料库。嘿，就是咱。看咱原料了，对。嘿，就是咱来的原料啊，一定要有新原料，才会当来去做加工嘛。哦，对。嘿，对。哦。原料咱拢是有着保鲜，拢放伫迄个零下23度的所在。有影。真的。哦，莫怪你，叫我穿真的，就是要待零下。保护你呢。安尼哦，那个，爱穿爱穿哦，我这外惊寒，寒天的时阵哦，吼。我讲我前去日本的时阵呐，比如冻着，冻你落雪，哦，迄个寒呢？对，身体一定要保重。哎呀，这个，我靠嘿，哦，内底都有暗藏手套。哇，你好。贵州的呢？哎，这贵州的这样穿起来，啊，你唔免穿啊？唔免啦，免穿，我定入去，行哪位才行？你讲几度啊？零下23度。啊，你是无要入去哦？我哪要带你入去啊？哇，你遐厉害哦！我都有在过。啊你唔无肉，敢那滚尔，无是安那那会袂冷？吼，这骨点都较冻寡。有影。真的，来去看卖咧。啊，你看你可能穿个惊歹看啦，你好，你看，迄个爱水唔惊流鼻水。对。带咯。好，来，请。哇，敢那袂冷，这烟就走出来啊！哇，这种结。拢国外来，拢不吃。国外来，啊嘛有国产的哦。安尼哦。嘿，国产的像。干那只鱼，咱就差不多爱偌侪钱啊。哦，人心片爱一亿。一亿。甲成品放的，啊，咱拢总在这只都要几亿的。嘿，几亿的产品。哎呦，几亿物，干那一定爱用只的灵气来去甲保护安尼哦。一定爱甲保鲜啊，咱有照顾鱼啊，咱哪里照顾囡仔的，哎，唔好让，我足惊去落着。我听他讲的，安那叮当，啊袂怎啊骨头钉鱼哦。安尼好。哇，这景足壮观的啦！哦，你看那鱼啊，规个拢死啊。哎呀，我看哈，我看为着你安全哦，你先
你安尼有法多。咱若是今日外口沙蒸蒸的，来去看有一个较温暖的所在无啦？今日啦。好好，有我找来个另外一个温暖的所在。哦，什么所在？都房。啊，都房好，去都房可以安尼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过来来，进来进。哦，哎呦喂啊，零下20度，哎呦，拜托嘞，我耳啊拢强强要结冰啊啦，啊是来去厨房的吼，较温暖啦。秘书总监在咧讲，要请师傅啊，教咱几道啊简单的家庭料理，这嘛是因当地咧开发的一个重点哦，和婆婆妈妈要回去简单煮，就算讲哦下班了后啊，免十分钟就会当哦出好菜啊哦。好食好食，好食有结冰。有啊，搁 Q 有 Q， 主要就是讲有咧，咱咧 X 奥酱的味 ，X 奥酱的味，搁加上咱这有掺一挂吼，咱这蒜头落去，将迄个虾仔的味，迄款臭臊味甲压掉，吼啊，吃落去，迄个香味拢做一下走出来。所以好的产品嘛，爱搭配安怎煮吼，才会好食。对对对对，所以甲咱加一步上好，简单又搁好食。这样。妈妈要煮给囡仔炸便当嘛，足方便的。啊，有影就对吼。啊，你员工食以外，啊，人客有打工无？有啊，人客啦，普通拢拜六礼拜，拜六礼拜吼，员工客足济安尼吼。今日甲看恁那环境安尼哦，哦，有影就是六星级的六。加六星级。没啊。这边做好六星级无简单嘞。嘿，啊，最主要是爱什么？主要还有十二项的管理方式，因为长哥咱伫只做几工吼，都有包含这十二个管理的。它在每个细节其实都模化很久。是什么十几个细节？哦，环境、区隔、人流、水流、气流、物流、批号、检验、颜色，好，这些管理法。那照这个名利安尼甲你算起来吼，恁即间一定也袂歹，赚的一定会大赚钱。哦，嗯，好，你讲啊十二个，哎我，不是啊，做大工我咱倒位拢去做啊，你看吼，拢无真少看到。我相信讲吼，咱公司啊对这把关一定会做信任，和大家会当真放心安尼啦。一定爱啦，开山要起的手房，这若无把关吼，哎，这是唯一的方向。对对。啊，你以后咧，以后想要要安怎发展？以后发展就是食的部分吼，咱就是搁研发新的物件吼，啊，大家来食了，啊，搁想要搁来食，搁想要来食，吼，啊，食了好食，哎，在楼卡会当方便买转去煮好。厝的人食，安尼就是一直循环，一直发展安尼。安尼好啦，真好啦！希望讲恁个哦，会当佫研发较济。我每一摆吼，每一摆来的人客啊，拢会当拢食到恁新的物件，口味拢好食。啊，是同款物件，啊无同款的口味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当然当然。师傅吼，来去研发安尼。人伫咧讲魔鬼藏伫个细节个内底，会当将一个看起来无重要个小细节做甲上好啦。这才是呢正港的六星级。美珠总监在咧讲，即卖大家愈来愈重视着食安的问题，要安怎让大家食到会放心安心，这才是呢咱上重要的功课哦。认真的生活，草地状元。